大主播，我442上来的，大主播被打惨了。Hello， 我操，我看看你们行不行啊？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带我飞呀？怎么带不动我飞呀？那你把这带你飞，16万粉丝，40万粉丝的带不动我是吧？一个榜一，一个榜二，被拷打了，又被拷打了。怎么可能会被打飞呀，大哥？这么难呢？好，看一下鹿皮，看能不能匹配到人，看一下鹿皮啊。Hello， 少爷们吗 ？Hello， 少爷们吗？我到了，这把装会玩的了，这啥？这啥玩意啊？直接吊打他，直接把他骨灰都扬出来。我家这个人也有100多万伤害啊，可以，两个传说。知道你今年好像7.8呀？必须是我家大主播，知道吗？兄弟，拷打他们，把他们骨灰都扬了，扬了，必须扬了。我是你粉丝呀，我靠！那你给我们守点吧，给我们守复活卡吧，去打人行吗？你是不是7.8呀，我靠？我已经帮助他2年半了，我靠！7点来，哪呢？我现在看不清人，弄死他！跟着我们吧，正好你跟着我们吧，给我们守着吧，给我们守。这把应该能吃鸡吧？7.8，你真的7.8，你别骗我，我骗你干啥？这还有啥好骗的？他600多级，怎么是骗的人的呢？这不快？好久没见到我操！我是你做人粉丝呀，我操！我好久没见到我7.8，我操！你多少年粉丝啊？一年多了，我20多年了，知道吧？能比得过我吧？我要7.8的那个留言黑粉，我是中国粉丝，我有时候还骂那边黑粉呢。传声哥，你等等我啊！传这个你别单飞，因为别人把你骨灰给扬出来了，和上把一样。没事，我现在在等你，我带你上分，我带你上个单月的分，我都菜的跟个狗似的现在。哇，我总感觉打这个要双飞啊，冬天要不双飞吗？你们双飞不带我是吧？三飞，我别一会又没了，完了，我这边10000个人了。7.8，我僵尸你，我靠，我来了。啥都没有，他队友全过来了，大哥。这1号也是主播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这不是榜一吗？对啊，全死了，12个。分数，这把感觉又要零杀了。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接到这7.8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主播，我要上飞碟，主播。接那个1号。我必须要给我家主播带一下，好吧？前面有人，前面好像有人。直接冲好吧，有7.8在，我就有自信好吧。我手感又来了，我要回到当年的风范了，我靠。OK， 主播有命。咱们继续打他。我操！找一个。我靠，没人了！这里，这房区。哎，有人。后面有人，你后面还有一个。找一个。有人卡 bug 吗？好像。他们卡 bug 了，我知道他们卡 bug， 那个首先组的那个 bug。7.8来救我，7.8主播来救我，救我！对，我们1号打不过。我竟然不相信1号这个传说哥，知道吗？对啊，1号是最玩的，在哪呢？这人。对面。我枪，一枪倒，这不得一枪倒。彩虹岛要多久吗？20分钟吧。你是真有时间打的？主要是打方位镜没人看。确实。知道就行，好吧？你知道就行。小文山那把老年机卡的跟他妈破 PPT 似的。主播，我这有人救我，主播，我这有人，主播。我靠，橘子，你别冲这么快啊！我怎么去帮你？这里有个，他河里面，我感觉他上不了岸，我去莽他。我操！哎，我靠！妈被狙了，我下面有个原地有个把我狙了，在下面他上不来，什么身份呢？敢偷我？你杀过来，我给你 bug 杀过来，我们可以打他过来。这不卡了吗？怎么卡呀？你骗我！无法使用。我操！玩这么多下，我操！这什么鬼玩意啊？这啥玩意啊？我操！我不敢在这待了，我操！他直接把我滑板打烂了，他这里是卡 bug 的。太有实力了，兄弟们！啥玩意啊？怎么这游戏怎么到处都 bug？ 不用管那个墙里的，他肯定要被毒死。这里刚才有枪声，打我们这边的吧，我们这边有人。好呀，我直接保护你的小粉丝。那我操作，兄弟。那还剩最后一个。感谢送了一个真爱大炮啊，谢谢。给我吧。OK， 直接踩。感谢送了一个真爱大炮，谢谢。机会再次遇到你这7.8，我就引爆了。